哎呦，大家午安啊！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午安！我刚刚跟我的同学去吃早餐，去吃早午餐，然后回来开播了耶！ Yeah! 大家午安啊！有没有睡饱啊？有没有睡好呀？耶、yeah! ！午安，小努梯午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。双胞胎弟弟小明午安，午安午安。好久没直播了呀，大家好呀。来喝我的茶。叫陈佑轩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朱日红说：“糕也买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”但是这个月的三十三日我29号不会到。我找代役，哈哈，代役是我们四期的孟庭筠呐，他会帮我代役，因为我那一天人刚好不在台北，对，所以我三月只跳6日。可以跟大家说我只跳6日啊，难怪墨鱼全差点想说跟他都回归了，因为娜娜跟墨鱼他们是有分位的，所以娜娜如果跳的话墨鱼就不用跳。我的刘海被吹嘞，我一定是昨天头发没吹干，一定是的，没吹干就会这样子，就会这样，不要理他，对他们对位，只能看周日，好可怜，不可怜啦，至少你有抢到票啊，你有买到票呀，你跟谁对位啊？之前也都前餐，我没有对位啊，所以我要等五期进来啊，我要等五期进来，我才不会全跳。我也是看到没有你就没有买29，没有啦，就刚好。可是你们去买票的话，你们下面也会看到啊，对吧？只是有一些人跟我说，他们很懒得看字，他们说字太多了。周日最好买吧。周六人最多，最难买。你要补偿转八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补偿转八圈？哎，没错，南霸全英，午安，啤酒加炸鸡。话说。那个啊，拿坡里的炸鸡199块，现在有优惠，五块炸鸡，有点心动，我要去找人跟我一起 share。哈哈，谢谢一直走在路上的竹轮送了3个缘分项链，超级极光水。每天无聊到吐，午安。原来最希望五期生进来的是你啊！我没有这样子说，我没有这样说呀。主播午安，谢谢韩吉分享了直播间，谢谢韩吉送了一个缘分相遇，谢谢每天无聊到吐送了一个红玫瑰 ，Kenny 午安。找一个集战力，29没去，谢谢没无聊到吐送了一个红玫瑰，
谢谢韩基送了两个缘分相遇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一直在 repeat 一直滑。谢谢 V9 加炸鸡送了一个告白气球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了一个银戒指，林哲威午安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了两个银戒指，我送了四个银戒指，好好笑。波西午安。午餐吃了吗？我午餐吃啊，我午餐跟同学去吃那个早餐店啊，我吃那个起司薯饼蛋挞，好吃啊，好吃啊。然后早上早时的课，我去买了一杯黑咖啡喝，然后把黑咖啡的垃圾丢在早餐店。那我们还跟那个早餐店的阿姨聊天。谢谢逸晨送了一个缘分相遇，他还说我们那一桌的颜值很高，超好笑的。然后我就问阿姨说，阿姨你们这边有没有厕所，他说没有。那我就跑到学校的那个学校的大楼去上厕所，超好笑。谢谢逸晨送了一个缘分相遇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讯息回来呀、啊！谢谢 Kenny 送了一个文手礼。刚说的优惠是卖披萨的，还是分出来的炸鸡店？那个、啊、拿破里199炸鸡呀、啊，优惠券。我同学传给我的，不然我也不知道。我等等一点半有事，大概两点再回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啤酒加炸鸡送了一个真情告白，谢谢小琪送了两个相守之心。又问今天好美哈、啊，你每次都这样讲，你每次都这样讲，真谢谢你，谢谢你说我很漂亮。但我没有很漂亮，我觉得我很搞怪。影音灯烟午安这么丰富，什么丰富啊？今天有吗？这它是薯饼。起司蛋挞就是很像蛋饼，只是它没有那个饼皮而已，它就是变成荷包蛋，然后里面包起司跟薯饼这样。好坏哦，增加了人家的垃圾。没事啊。大家午安。话说昨天看到三加四生日会的情报睡衣派，对啊，是睡衣派对啊，欢迎大家来呀、啊，来看我们的生日 party 呀、啊，会准备什么好东西呢？大家来就知道了呀。然后那叫什么生写真那类的。就是我觉得这次做的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大家可以来啊！我是很期待那个周边啦，因为我自己也想要，我还没看过成品，但是我们去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很棒。今天恩恩怎么好像很开心？我每天都很开心。因为我喜欢你，谢谢林哲伟的讯息啊，我已收到了，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你喜欢我，早餐好好吃，谢谢果酱家分享了直播间，嗯，反正呢。我等一下直播完我就要回家。今天礼拜五直播完就可以回家了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呜呜呜！开心之歌啊！庆祝之歌，庆祝一个礼拜
一个礼拜的课上完要滚回家了。但是我每次回家，我每次回家都很开心。但是我回家的用意是坑妈妈的钱，因为我现在的生活费，就是如果我妈妈没有问我的话，都是我自己花我的钱，然后就吃得很没有到特别健康，而且我也没有吃很多，因为我觉得我在吃，我在怎么消费，好像还是吃不饱，你就干脆不要吃。我就回去骗妈妈的钱，带她叫她带我去吃好吃的，然后回家爸爸会煮。没有啦，我回家刚好也要拿我的那个羽绒外套，因为听说好像下礼拜又要变更冷了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回家顺便去拿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礼拜日要出国，我要把这个行李箱带回家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超大行李箱，我要带回家给我妈。等一下，我故障了，我要带去给我老妈，她说她要。我看到体重机啊。哎，看到垃圾堆了啦，对不起啊，我在这边我要自己倒垃圾，但我垃圾还没到，我一般垃圾还没有到，我时间错开了啊，看到得到垃圾了，外形跟我一样的，笑死，被看到看滚滚了，我还是很干净的啦，什么好大，生日会是互动还是表演为主，一半一半，好好笑。谢谢切登送的两个掌声鼓励鼓励，这可以装人吧？它这很大，它也可以那个拉，把它拉大，把它加大。所以大家要提这个回家，我妈妈说她要，顺便拿我的羽绒外套跟我的一些鞋子，想表演的鞋子。回家把一星期的饭量吃足，不行了，我现在胃没有很大了。如果气象预报可信的话，最冷的是这两天。看到体重机了，那体重机是从我家带来的啦，不是新买的。可是它没有，它就只是普通的体重机而已。对啊，很大啊，要快占据我房间一半了。虽然哦，我还没讲完啊，就是很期待回家，但是有时候又不知道要干嘛，就不想回家。就是要回家，想回家很开心，但回来很麻烦，因为我回来还要自己回来，然后就不想回来了。以为是要带行李箱装满食物，没有啦，我应该会。把我这两天的衣服，就是回家的衣服装起来，然后再把那个用那个小小提袋，那种装衣服的那种袋子，再装到行李箱。回来的时候，那个行李箱给我妈妈，我自己拿那个手提袋自己装我的东西。家人出国去哪？去韩国。我们已经去韩国快要去到吐了，但是。因为我爸爸公司他们旅游，所以只是去韩国。我去过啦，我上次不是发韩服的时候，就是很久，没有，去年吧，我才去耶。他们没有把我丢包啦，去到像是厨房，他们没有把我丢包啦，我要买什么再跟他们说就好了。我叫他们去帮我看有没有好看的钱包，哈哈哈哈，因为我看一看，我看的都觉得好丑，没有特别好看的。韩国的钱包比较好看，还是去北韩会饿死吧。嗯，谢谢哇哈送了一个我的观众 LV1 Steven 午安，
韩国台的钱包。对啊，我的零钱包也是没下落啊，我的零钱包烂到发霉，烂到破掉了，超烂的，是破掉了，我把它撕掉了，超烂的。我的钱包用了两年呢、欸，才用两年，哎、欸，不止，应该用了五年吧？有五年吗？好吧，你看这皮都脱壳了。而且它颜色褪到很像大便，它之前的颜色不是这个颜色，很酷吧？我钱包也破破的啦，没事，我们要看内在，不要看外表。但是钱包打开，哇，好多钱哦！虽然是破破烂烂的钱包，曲终人散，午安啊！呀，午安啊！耶 ！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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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！ 谢谢十一送了一个镁光灯。你的嘴唇是不是受伤了？我嘴唇没有受伤啦，什么受伤？我嘴唇没有受伤啦，那是口红嘛？我嘴唇没有受伤啊，你都没有受伤啊，那就是我就随便啦、啊，我刚刚去吃早餐。我没有补口红，而且这是润色护唇膏。双胞胎弟弟小明工作加油哦！草莓酱哎、欸，我刚直播前跟我妈通话，她才跟我说家里有买草莓。对了，我要跟你们说，我不是限动。昨天发一个冰，前天发两个冰吗？我要来澄清一下，那个我要来澄清了。我今天开播就是要澄清，我要澄清。我这边可以讲，就是呢，我昨天那个冰是昨天吃的没错，但是我前天的冰。没有一天吃两只，我是分开吃的。我大前天吃那个抹茶冰，然后昨天吃前都的香草双喜林，然后昨天吃日本的夹心起司草莓冰淇淋。谢谢用户命不能是空白送的。两三个香手之心，哇，啤酒哎，香槟呢？一天一种冰，还是蛮频繁的。但我要澄清，我今天就不吃了。但是呢，我回家会去找那种胖胖冰，胖胖的胖胖冰，然后圆圆的，阿Ben吃的那一种，阿Ben。我看阿 Ben 也有吃，那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应该在吧？不，他应该在啦。他吃的是那个胖胖的，但是我是吃一般的。我要找胖胖的，但是我找不到。哎、欸，你在？对，我有看你，你有买那个胖胖的。我想吃那一种，但是我买不到，因为。他前一天开始贩售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就去买了，就是我想要赶快吃到。那还不是要吃，是我要看到那个我才会买。我知道 Seven Eleven 有芋头的，好吃吗？你们有吃吗？好吃吗？我想吃哎、欸。然后他之后还会出蓝莓口味的，耿鬼。跟耿鬼同色的冰淇淋，蓝莓口味。我没有一天吃一只啊，我没有。
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吃的很不健康。我昨天一整天就只吃了两个，一个芋头包子，然后跟一个乳酪馒头，然后跟一只冰，就这样。我昨天就吃这样而已。所以其实还好，只是我那一只冰的热量比较多一点。我有看那个热量245，然后包子跟馒头大概300卡、300卡吧，500多600，对啊，还好啊，还好吧？你看我这样讲，你们就觉得合理了，对吧？你有看到广告？对，那个耿鬼的那个啊，感觉就很不错。可是我可是蓝莓的，我就不会特别跑去吃，我会顺道去吃，就是我会看到有顺路我再去买，看到就买，没看到就不要买。蓝莓是全家的4月哦，4月才会有。谢谢机器人追踪我。你是机器人吗？机器人，你追踪主播，这样活得下去吗？我有昨天不饿啊，我昨天就只想吃包子而已。我们学校的包子好好吃啊，它还有起司玉米包子，还有巧克力花生包子。但是我昨天太晚去都卖完了。我以为它的乳酪馒头是那种会 can see 的，结果没有，它就是那种。你去家乐福会看到那种乳酪馒头，超 low 的，以后不要吃那个了，不好吃。你竟然能存活到现在，我就说啊，我如果想吃我就会吃，但如果我那一天都不想吃我就不会吃。而且我今天晚上又跟家人去聚餐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。我很久没有全家一起聚在一起，然后因为家庭聚餐都会吃好料的，所以我今天因为只是跟同学吃饭而已，因为我同学他们要一起去吃，所以我就只能跟他们去吃，不然我本来没有要吃的，我本来想说等晚餐再吃。对，所以我就勉强点了一个薯饼起司糖，哈哈！谢谢华为送了一个啾啾你哦，你会想办法看到的吧？我不知道晚上吃什么我刚刚问我妈，然后我妈妈她就说要去吃胡须章卤肉饭，她说已经定位了，我就说怎么可能？我说我老姐嘴巴很挑，我就说我跟我爸吃卤肉饭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妈就说吃胡须章卤肉饭，我就说好啊，因为她已经在骗我。但是我不想再吃火锅嘞，可是火锅好像也不错。我最喜欢的火锅，如果你们要说我最喜欢的火锅前三名哦。应该只有前两名，应该吧。第一名我给巨火锅，那个橘色的，然后第二名前都，第三名我之前是给蒜奶叶，但是我去吃蒜奶叶觉得变很难吃，不是，我觉得它的不是很难吃，对不起，我去吃新义店的有自制松饼，然后跟那个。说实话，跟那个寿司，但我觉得它的品质变低了。对不起大家，它的品质变低了，它的那个肉的品质变低了。可能我那个 Costco 的那个肉吃太多了，对，品质变低了。所以第三名，我想一下，第三名。第三名应该肉多多吧，肉多多，应该是肉多多了。
反正我现在只有第二名，我现在只有两名了，前两名。没代言，没有。巷口那家。哦，你说他的名字就叫巷口那家是吗？谢谢花卫送了一个兔子娃娃，超好笑。然后我最近不是最近，我应该也算最近。我那一天第一次去吃那个抹茶巧克力双情的时候，是在东区那边的。因为我找一找之后，东区那边有那个冰心，我还先打电话去问了，我问说：“喂，你好，请问你们现在的双情是什么口味的？”那我就去买。然后我买了之后，我去东区逛逛衣服，结果我买了一件裤子，好好看，你们想看吗？我还没洗，我还没有那个，我就装在袋子里而已。我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买的、啊。我先说，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啦。我刚好去买的东西啊，我跟你们分享，好好笑。它这袋子超可爱的，袋子超可爱的，天哪！我没有很开心，我都这样。我都疯疯癫癫的，只是公演的时候那个讲 MC One 或是那时候就比较闷骚一点，是我实际的个性是这样，自己一个人直播比较开心的。我先跟你们分享裤子好了，对啊，超可爱的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这是超好看，还有。S 号跟 M 号，然后我，它就两个尺寸，然后我买的是 S 号，看到吗？我买的 S 号，它很好看，对，没错，很好看，超好看的。你们看到这个裤子，它旁边有这个线，一条线，它穿起来很好看，但它的腰就是有点太细了，我觉得。是很好看，它真的很好看，哎，怎么那么好看？它这样，它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拜托，很好看，刚刚好，你真要求，因为我们家就是那个下半身比较梨子型的、啊，可是呢，我没有假胯宽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鬼，不是我是什么鬼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型啊，我真有型，好不好？我真有型，我真有型。我们来提个外话，我们现在来剪指甲，我的指甲裂掉了。啊，对啊，剪指甲。记得不要晚上剪指甲哦，晚上剪指甲听说那个家人的身体会不好。好，我们就只剪这个，其他看着办，其他裂掉的话回家再剪。这件贵吗？这件好像700多吧，不重要，好看最重要。我觉得它有在那个价格之内，我就买了，试穿二话不说就买了。下一个很便宜啊，下一个是鞋子，好看的鞋子，大家来分享，跟你们分享鞋子，这双。拜托我的应援色好吗？耶、yeah ，很好看啊，好看啊，好看打好看，喊价，好看好看，很好看，它是超可爱的，都没穿过，耶、yeah ，那两双。好看，重点是
那大概这样。我的脚很小，我的脚超小的。它是几号啊？20，好像有鞋盒哎，鞋盒好像有。看一下。啊哈，23.5号。看到吗？6.5号。我脚很小，我的脚跟娜娜一样小，我很怕我站不稳。这双太适合你，先拍几张，不然就看不到脚底子。我脚没有很大，我好像可以先穿呢，反正它没有碰到地板。你猜中我的鞋码了吗？其实我的脚大概穿23.5吧。啊，如果我之前有看到一双我很喜欢的鞋，但它只有24号，我就买鞋垫，买鞋垫加。可是我觉得这一双没有比 Air Force 还要，没有比 Air Force 还要真呢，它比较低档。而且我还可以塞一只缝缝的鞋，所以我预测我的脚应该只有23号，就可以塞一只鞋，这样，这很好看啊！而且它要打折哎，那打折不是重点，好看才是重点。好，跟大家分享的，这就是我，好像3月买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二月底，3月中的战利品，没穿过，战利品收起来。好了，跟大家分享完了。但是我舍不得穿。可以穿很厚的袜子，买了就要穿啦、啊、可是我自己也有买一双，我买了2双鞋，我现在上学都穿那一双小白鞋，我一双买那个，然后一双买小白鞋，可是那双小白鞋我已经穿了，所以就不能拿进来了。长得高但脚小好赚，但是我觉得很站不稳，就是有时候跳芭蕾舞的时候单脚支撑的时候就很难站，很难平衡。可是那一双鞋比较便宜，我就跳舞的时候就穿它、欸，就是那一双主打的是跳舞鞋吧，这双应该是休闲鞋，就是跳舞不会拿来穿，穿来在宿舍拍照也可以。巧克力奶糊当吐司来应援，午安。这首好听嘞，我学这首的舞。出去玩才穿吗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。然后我就是开学嘛，然后我去上英文，我去上那个英文，我去选一个比我还高阶的英文，然后我后悔了。那个老师的课本是自己印的，然后说就是怎么讲，他就是要。他呢，他就是念到一段，然后要找人家起来念，然后全部都是这种文章，完全没有什么中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全部都是文章，然后上课叫我们念文章，然后他会抽念，对，然后重点是，我念得很烂，我很怕被同学笑、欸，哎，怎么办啊？
都想退学的，但是它是必修，所以我退不了。我姐姐的英文比我好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把这一本带回去，然后叫她教我念。因为我自己如果要学英文的话，我会上网去 Google 翻译，如果遇到不会的话。但是我觉得他翻译出来，不是翻译出来，他念的那个英文我觉得很怪，就是他是有点像偏欧式嘛，就是跟我们念的不太一样。他有空教我啊，他一个礼拜，他说他一个礼拜都在放假。美女你好，谢谢谢谢，我是美女。要拍 cover 吗？我会拍 cover 啊。等一下，我的日历拿出来。被你们说，我可能四月底会拍 cover 那种路上的那种。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可能会拍两支。我们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会念吗？我会念啊，只是念得很哩哩啦啦，念得不流利，但是会念啊，好不好？这才是英文课本，哪有啊？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呢。这一本比较贵，但是这一本就比较简单。这一本真的是有在简单的。就是这种很简单呐、啊，这种的比较跟刚那个比这个简单多了。对啊，刚那个真的是很有挑战性。这课本真的爆简单的，上这堂课闭着眼睛都100。不要嘞，我是不用念的。我去上那堂课我都戴口罩，因为我觉得很丢脸。没有啦，是因为这堂课是早八，然后我不想化妆，然后我也不想用，我就睡起来就是上课在戴口罩。姐姐有空教我啦。美女在家里吗？美女是什么大学？你是谁啊？怎么一直叫我美女啊？刘小刚啊，刘小刚好。我不方便啦。我不是科技大学啦，但是不方便啦。美女在家里吗？我在家里啊，这是我租的，我那个外租的地方啊，我家在新竹啊。到时候可以发 cover 预告。真假的？你也是用这本啊？真假的？好扯哦。应该大一英文呢、啊，看来你需要用家教，为什么？我之前有上家教，我之前考学测有上家教，但是，对，我不会啊，英文课我不会想睡，顶多买个咖啡喝这样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啊、哦？每天请问一下，家里有没有吸尘器？没有。你说我家吗？你说我这个家吗？还是那个家？我家有吸尘器，但这个家没有。我这个家只有扫把。我是女巫啊，可惜我身旁没有猫。宿舍有吸尘器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你要问这个啊？但是帮助不大吗？我觉得帮助大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以我学校的为主，就是他可能会补足我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有时候可能学校的可能什么句子或者什么要念，可是他没有教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上家教多少钱呢？上家教一堂课大概1000-2000呢、啊，
对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忘记价钱多少，但是蛮贵的啦，就是跟团班比的话，我也是妈妈缴钱。但我认真上课，你是极少数会回他的人呢、欸，幼阿宝，哈，哈，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不要你们这样讲。美女请家教会请问怎么算？就那样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算，但是蛮贵的。主播中午好，午安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会这样说？他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怎么今天怎么？啊，你如果不追，对。嗯，那给他问了，你有联系方式吗？有啊，我有联系方式。你去那个我的 IG 搜寻 yuen_akb448， 然后 team， 然后 tp， 就会有我的联系方式哦。还可以每天看到我的限动哦，还有发文了，来欢迎追踪，自己去找。有阿宝人好，还好我是第一个被哈，我那我听你出去啊，是你自己出去的。那有 line 吗？我没有 line， 我没有 line。你要那个吗？经济的 line 我可以给你啊。所以经济，你哪有每天都有发？但是我限动每天都有发，因为好啦，我之前就是还没有这个账号的时候，我以前就没有，也不是说很没有很常发，也不是，就是我会发，但是我都发废贴文。就是那种路上的小狗啊什么的，就是一个礼拜就是路上就是想拍什么就发，但是我发现好像要谨慎一点，对。然后我之前还没有这个账号的时候，我之前我都是就是限动会发比较多，就是我会分享我的生活，但是我觉得贴文的东西呢，就好像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好像不能随便乱发哦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对啦，这个时候推荐他加入你的豆粉，你可以来我豆粉玩呀，我的豆粉啊，豆粉，你去下载豆粉 app， 然后就。把我的名字就回出来啦！你第一次直播就把我赶出去，我没有，我哪有啊？我哪有这样子啊？我很宠粉的啊，无事就好了。上看了4-5年，每次都有人问家里有没有吸尘器，那吸尘为什么要问吸尘器啊？所以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懂啊。水蜜桃午安啊，水蜜桃午安。现在确实不能动不动就发身边的人，是我没错，但你可以拍天空之类的。谢谢爹爹送的3个红玫瑰，不知道哈哈哈，也不重要，哈哈哈。对，就这样再见。哦不啊，说谢谢你送了一个红玫瑰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我最近真的要去修头发了，我真的。要长杂草了，哎，我绑双马尾好像蛮好看的，来，我们来绑双马尾。我的绑头发的嘞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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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绑头发的嘞。你对其他人很好，对我特别不宠，
什么？我都很公平的，我真的公平公正的。你可能要帮我快点办，我看不。什么鬼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这真的能看吗？而、欸、且我那个好丑哦，等一下啦，是什么鬼啊？哎、欸，真的不能看嘞、欸。但你发文数不太高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发文数？哪有丑？我想我就不适合绑那双马尾啊，双马尾。啊，我就等等要下去集合了。哦，对吼，你还在当兵啊吼。哎，加油啊！这能看吗？这真的不能看，我等一下下播就要拆掉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科班的，但是我超丢脸，我不会绑辫子，我会帮别人绑，但是我自己不会绑，所以每次要换那个公式法的时候，我都不能绑辫子，因为之前那时候绑的时候是我妈我姐帮我绑，或者是我同学帮我绑的，但我现在就是开学了，就没有人帮我绑，那样好丑。请你别人帮忙，可是我在想我最近有什么发型可以用，就是搞不好还是长这样。好了，是这样子啊，真好看的。等一下好丑、喔，等一下好丑、喔，什么鬼啊？你要乱搞。没事的，因为我觉得好热。双马尾，真可爱，真可爱，头发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线都没分好。你要摆拍给我们截图吗？你们自己截啊，就自己截啊，你想截就截啊，想截就截啊，没有在 care 的。来一个应援色怎么样？这个应援色很不错。今天有截图时间吗？哎，什么什么、啊？今天的我要滚回家了，我要赶着滚回家了。截图时间哦，你们我待到最后就给你们截图啊！你们截图啊！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好看好看啊！怎么那么好看？哇，怎么这么好看？哒哒哒哒哒。好，我们不要吵了，我们来掰泰迪出来好了。泰迪是我家的宝贝。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睡衣排队。哎，不行啦，我看明哥吕光原地截不到。不宠粉了吗？怎么又是这首啊？你一直开到几点？我开到，哎、欸，我这样好可爱哦、喔！怎么？哎、欸，我的脸是不是很违和、啊？好像不管什么发型，好像都好看呢、欸。自己讲，泰迪是你宝贝。好，等等就去改名。你一直开到几点？我开到3:10吧。而且我行李还没整理，我本来在想说要不要开直播，然后给你们看我整理行李，但是我发现好像不太 OK， 好像会让你们看到我不该看的东西啊。哎、欸，不是你们想要看啊？你赶快自拍就能发文了。哎，自拍啊，不错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会塞车？可是我。回到家，我回家要5:30就要到哎、欸，不然我吃不到晚餐的。今天很可爱啊，但是每次绑双马尾，因为我好像真的没有头发可以绑了，我好像就只有双马尾了。我在想，我生日会要用什么头哎、欸？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啊，不要三太子就好。聚餐没有，因为我跟我妈说，我想要在7:00吃，我想要在7:00就是入座这样。哈，双马尾哦，真的吗？
可是哪有人睡衣排队在绑双马尾的？对啊，你看不是穿睡衣吗？穿睡衣要绑马尾。我很难得这个月可能会去看，真的哦，我想生日会真的不亏。你看有艺林，又有我，又有依萍，又有宫田刘家前辈，嗯，那么棒啊，不亏不亏啊，四个人哎，四个人啊，都是正妹，四个都是正妹，灯光也不一样就好。啊，你们看腻了吗？你们看腻了？什么确实，吐司是会很卢卡奇，没关系。所以生日会穿睡衣吗？你在等着看呢、啊。睡衣派对会带太迪出门吗？等着看呢、啊。生日会应该可以做变化的，不亏，只是怕会太吵。不亏啊，不亏，这次那个。生血没有用抽的都会得到，好不好？大家只要有乖就会拿到了。我在说什么？以前有些成员会绑小辫子，谢谢巧克力果酱，果酱，谢谢巧克力奶油，果酱总是送了一个告白气球。每天无聊到吐，慕名而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四个都是不安分的主子，唯一正常的应该是宫田留家前辈了，其中另外三个不正常了。吕光源呢？吕光源弟没问题，朝着这个李鬼没有，不像是吐司，去看表演吗？去看表演了，你们会搞事吗？可能会哦。一品一直喊说要搞事，很好啊。卢卡很不正常，但是他算我们里面算正常的了。再见，拜拜。这样很好看的，有没有截图吗？截图才可以走啊，截图才可以走，截图才可以走。每次都不正经，你们要说。说服卢卡一起搞，谢谢阿妹送了一个金麦克风。相对搞事程度来看，依萍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不是长这样，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很闷骚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可能想说要留一点形象，结果每次直播被你们看穿的。对吧？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以前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啊，就是一直装啊，装很累。泰迪的头发长，泰迪的头发长了一撮白毛，要把它剪掉。对啊，我觉得。越来越不正常了。豆沙队，哎，是我的应援色哎。豆苗爱心的、啊，嗨美女，可以啊，请说。本性出现了，哎，你还没有问我，你要不要经济的赖啊？你要不要？很赚的。美女，如果上家教那种联系方式啊，我给你的啊，你去加那个 I G 打开来 ，Y U E N 底线 A K B 48 T P。你刚刚说黑咖啡就是超商美式吗？应该是说，我如果在外面的话，我会去买那种四杯咖啡，就是美式，就是。seven 全家都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全家的比较好喝，全家的比较苦。我喜欢喝，因为我都喝无糖，我喜欢比较苦的。然后我觉得 seven 的话有点酸，
杯，然后我会买四杯。还有活动的话，我是下载那个全家 app， 就是有活动就买，然后冰在，因为我住的地方有冰箱，就冰着。然后要出门要去上课就拿一杯这样。然后如果我在家里的话，因为我们家有咖啡机，我就不会另外买咖啡，我就在家里要喝就自己用这样。所以是超商的美式，然后也可能是我家的，我家的咖啡豆好像有星巴克，然后还有什么黄色包装、绿色包装我不知道，我爸买的。所以就咖啡就见仁见智啊。星巴克的我就不会喝黑咖啡的，星巴克我会买那种新冰乐啊，或者是什么什么纳芙什么拿铁什么纳提哦，就是我比较会喝比较特别的，不会喝一般的黑咖啡，所以星巴克的不太常喝，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一点。然后比较甜一点，就除非有什么活动啊，会跟朋友同学一起凑。官方 IG 跟多本没错，你不要随便把经济卖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有问题就是要联络经济啊，对吧？大家要找你家教老师学英文呐、啊。但我的饮料都喝无糖的，有料的也喝无糖的。对，应该是说，我从国中以前，我们家不会给我们吃麦当劳跟饮料，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之后长大再去接触的。然后就喝无糖的吧。然后我的饮食也偏清淡。就是我吃重口味的东西很容易拉肚子，但是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肠胃就不太好，就是我的肠胃蠕动就是比较慢一点，就是可能有些人消化很快，但我消化很慢的，所以我有时候如果真的不好的话，我妈妈会帮我订那个益生菌，没有办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那也是 Costco 买的星巴克咖啡豆，应该是，但是我爸爸好像不太喜欢喝星巴克的咖啡豆，他都去指定的店家买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。全家 app 买就能要喝时再去，对，就是要买的话买多一点比较划算，如果你常喝咖啡的话。我们家用手冲吗？我们家是机器，就是按那个，然后它放那个杯子，然后就会开始滴两滴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然后倒豆子，然后滋滋，然后下来，应该不是手冲的。姚哥董事长当新手爸爸了，午安。有冰箱就能买冷泡咖啡的，前一天放进去泡。哦，没了哎，我们换下一个。有冰箱就能买黑咖冷泡，我之前有买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也不会讲，我买过。那种泡的，然后买过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溶解咖啡吗？对，应该是吧。觉得还是现泡的比较好。全自动意式咖啡机应该是。App 一次买多杯的方案要喝再去换，香气对香气不一样，对吉隆咖啡啦。结果我没喝完，我就放回家。我搬宿舍，我就放回家，然后放回家放在那个茶杯的那个柜子里面。结果我要开学要带去的时候，它那个咖啡就整个
超可怕，就是变得很少吧，就是它好像吸水，超恶的。你就发现不能买那个了。旧日红丸，对，超解。有喝过茶咖啡吗？有喝过。刚回来怎么变双马尾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双马尾，就是看我心情啦，看我心情。可是我的公式法最近应该是不会变的，就是你们所见的那样，这样很好看，来截图啊，好好笑，看来心情很好，还好啦。想到下礼拜三月中旬后要很忙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至少等我齐身加入才会换公司照吧。我有朋友去参加五期耶，加油。你朋友当过第一？有，我朋友五个甄选吧，然后四个甄选，我觉得，然后三个进一阶的，有过，他们问我问题耶，超好笑，他们问我说去甄选平时会问什么，进来就要叫你前辈了。不知道哎，但感觉今年甄选的人感觉蛮多的哎，因为我之前甄选的时候，他是就是之后再缴音档，就是你要当天再缴给他听，看有没有问题而已，不会全部听完。但他这次就是只限一分钟哎，然后他要先传音档，先上传这样，然后。真的要一分钟，我之前跳一分钟超过一点点，然后他还是给我跳完，所以我就在想今年是不是很多人，所以才有限制那个秒数，今年可能会收双位数吧，不知道啊。在翠看到有人说他被刷掉，今年很多吗？感觉今年都没什么到外面宣传的书，期待也会被吗？二期都先当全军覆没，什么意思啊？二期都先当全军覆没，我不知道会几个哎，反正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，命中注定。你当初知道四期甄选是因为什么契机？也没什么契机，就是我那个，今年要，就是我怎么说啊？我朋友找我一起去甄选，然后我就去甄选啦，然后他没进，我有进，就这样。然后一阶二阶进了。然后就去啊，然后就走到最后了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大概二审的时候吧，我才慢慢有 follow， 没走，就是慢慢有 follow， 就是里面的东西的。因为，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，就是。好像不太知道里面在干嘛，因为我比较我的风格啦，比较偏韩系一点，对，对啊，他不是被揍，现在还是好朋友吗？是啊，现在还是好朋友，俊了还签了，对吧、啊？
跟朋友一起都很容易紧。那当那个朋友再次来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没跟我说。我朋友有 IG 吗？当然有啊，都这个什么年代了，当然会有啊。很扯啊。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就是平时会喜欢的类型的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。现在看本家也没问题啊，至少要知道现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都有听了，我就去抓回来了。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最近我的脸很干呢、欸，嘴唇很干，脸很干，全部都好干哦。卡丘哥哥想找你朋友教教英文啦。我现在没有在教，我现在没有在学英文了。娜娜，谢谢娜娜的追踪。我都不知道人家最近出了什么歌，只知道某某的毕业权、啊。那可以当我的干妹妹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这人都听不懂。我只有看没懂而已，我只是把你们的讯息念出来，可是我的头脑不太懂。为什么突然说要当干妹妹啊？干妹妹都在聊你那位朋友而已，不是脸很干啊、哦！哇哇，好会讲哦！无情独高级，不是、啊、我去公司的时候，那个姐姐说我讲话很没感情，就是要念什么，要念什么。语音啊什么的，他们说我念的没感情，冷笑话，很厉害啊，很厉害，给你比个赞。有吗？都一种语调吗？就是会讲说欢迎大家来我的小世界，然后姐姐说我没感情，然后讲要这样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世界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要嗨起来！欢迎来到我的小世界，很好笑。生日扭蛋语音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没有讲哎、欸。确实，第二种感觉比较好。无情恩恩，但是呢，不是我们不是有分 TP 组吗？就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分到 P 耶、欸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分到 P 耶、欸。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四期全部就是都讲好，就是全部都就是大概筛谁会在哪里，谁在哪里，然后我们以为那个欧曼玲就曼曼妮。曼女士曼同学，他我以为他会，我们以为他会在 P， 然后会在 T， 结果全部都对哦，就只有我跟曼玲就是对调这样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，反正每首都有你。需要舞蹈好的来酒是吗？是吗？跟这没关系吧，而且我的舞蹈也没有很好。我舞蹈好的话，我还会去外面学舞吧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哦，那个分类帽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很好奇啊。那我问那个前辈，然后前辈说可能是因为我的脸吧。他说可能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的风格，然后可能是靠脸去分组的。什么圆脸？我的脸好了，我的脸也没有很圆啊。就，哎、欸，你们知道，我这种脸真的
很多人要哎、欸，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要去打肉毒，我那时候不知道干嘛，我就跟我妈说要去打肉毒，我要去校鼓，然后我妈就说，就是等到你以后这个年纪就知道了。就是这种脸好像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是 baby face 还是怎样，就是一直都没有笑。小时候有比较肥，但是长大就是消一点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鬼这个肉什么时候会消。然后肉肉前辈是说大概23、22、23这样，然后我就他笑下去我就好了。然后那时候去肉毒的时候，好像就是去清粉刺还是怎样的吧，做脸。然后那个他就叫我咬一个牙签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叫我这样咬。然后他说我的咀嚼肌在里面，他说咀嚼肌凸出来的人才要打那个肉毒。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是一个，他说我这个是肉肉，他说叫我不要打，他就说打了就不要打这样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很好笑，怎么一回来就双马尾了，圆脸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可能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婴儿脸欸，你们什么圆脸TP 里圆脸排名你很后面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脸，我就会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在那个保温箱吗？那什么箱？我那时候没有侧睡，我那时候是大字睡，然后妈妈跟那个护士说叫我要帮我翻着睡。然后我就一直翻成大字型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刚刚一压脸颊旁边有的什么鬼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讨厌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这个脸，你圆脸其实很明显。人家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可是脸如果你看脸如果很大家看脸如果很圆的话，就是好像不管怎么看好像都肥肥的，可是我的身体是瘦的，但是我身体是瘦的，然后脸就是圆圆的。可是我很羡慕就是那种脸瘦瘦的，然后就是即使是身材胖胖的，但是他的脸就是看起来就是瘦的，我就很羡慕那种脸圆很亏，没有双下巴。哎，我怎么压不出来？哎，我朋友可以压出来啊。可能 Mina 可能是极致吧，他也说小主管上面长了一个沟。怎么会这样子哦？差着一个沟纹的，好好笑，很有梗哎。我也不知道，看着办。你的脸在视频里面就算尖脸了，有吗？有吗？哪有啊？昭妮、曼玲、庭云、弯弯、依萍都是尖的呢。你要确定呢？我不要安慰话。Mina 出轨三 D 写我不是胖子，是脸圆。对啊，我的脸那，但是我刚刚讲那些真的都在踢足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是真的是踢足的关系、欸，会不会？
你看你也故意没笑死那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我也不知道，而且我这边都是肉，我这边都是肉，我的骨，我的那个什么骨，那什么，你看颧骨，颧骨在里面呢，在这边呢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在这边，很凹哎，这里很像那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那我看这边都是肉，我的天哪，这里都是肉。不知道是怎样哎，真的颧骨，我刚才讲什么？我是颧骨，我很像骷髅头。那这里啊，你看这里，这里都是肉哎，这里，所以我以后如果老的话，我的脸就会像这样那么尖的，这样，哎，好看哎。我是谁？我们。今天的话题都在讨论这个脸，好不好？蛮变尖，对啊，我觉得真的吗？我来整理那个化妆品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下播了，整理回家的化妆品。什么呀？这时候还是要放法，这一下就变尖。放法还不是要圆圆的，脸就不会变啊。我放法跟我有时候绑那种高马尾，我的脸还会变圆，还会变瘦哎、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喜欢遮脸，遮脸很痛苦哎、欸，想要这样甩都不能甩，甩都不能甩。那就我也觉得高马尾，高马尾我有试过，高马尾好看，但是就是如果要绑高马尾的话，就要去修头发，因为我的头发太长会垂，然后很容易就从高马尾变成中马尾。有问题都可以问我呀，那个看直播大家可以问问题呀，不然我是不会回讯息的啦，好好笑。我今天开到三点了，就是我本来想要晚上播的，就只不过我尽量选在晚上，但是呢时间没办法，时间没办法，不然我看很多人就是都是晚上播，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多人看。可是晚上我礼拜四有一堂课，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超扯。我新选课之后，我礼拜三上到晚上七点，等下这广告跳掉。我礼拜三上到七点，然后礼拜四上到八点，所以我估计礼拜三跟礼拜四是没有办法直播。但是如果你说九点到十一点，我怕吵到人。所以我之后就挑125位置，可以啊，你可以问我问题，我现在就上班在偷看，你可以问我问题啊，我刚才很认真在回你们问题，刚那个问我联系方式的时候不见啦，他很有趣耶、欸，谢谢啤酒加炸鸡送人好多红玫瑰。而且我最近要买那个离子夹，又不对，玉米须夹，因为我头发长，然后就是你看这样，很容易塌，然后我就是细软发，我要去买那个离子夹，然后把自己这样夹蓬蓬的，我发现不能再继续烫直了，
如果再烫什么离子烫，那种头发会更塌。我每次公园都叫那个美发姐姐，不是那个妆发姐姐帮我把我这边夹蓬蓬的，就像一颗苹果一样。确实蛮有趣的，玉米不流行啊，但是我要夹头发，我头发太塌了。我们用这个怎么样？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。现在还流行吗？庆祝三八节，穿粉色去新版希尔顿饭店自助餐，要在哪里啊？感觉很高级耶，感觉很适合欧曼尼小姐去。新版希尔顿饭店，还有公主的那个氛围在，什么笑死？我那边在回你们问题，什么笑死？笑死啦！在想我要带什么钱，带什么包包走啊？带这个包包好了，拜拜。他随便发的文，我知道啊。我在他那个贴文底下回说你是月亮公主还是太阳公主？他说他是月亮女神。他说他是月亮女神。哦，这个也是我的战利品，新买的唇釉，为了那个生日睡衣派对的色写真买的，因为我没有唇釉，我就买了这个色号，粉红色的。因为我的口红呢，死不好死不死，都是这种红色系的，我就想说买一个粉粉的。然后那个这种，这是我姐送我的三 C 一，但我觉得三 C 一好看，等一下掉了啦，哎，我的头发乱了吗？那就给它乱吧，反正我等一下要拆头发了，乱才好啊，随性的乱。姐姐人好好哟，直接变女神。又问姐姐是不是大很多岁？我跟我姐差两岁而已。我姐跟我差两岁。我们翘起来，翘起来，翘起来啊！翘起来就翘起来吧，好看。不想挂马甲来。播中午好，你这个怎么念啊 ？A 加，有 A 加加吗？有 S 吗 ？A 加，那你姐才大四哦，大四下就是可以，他已经放假，他已经结束了，他那个课已经修满了，他超厉害的，应该是他们的系的课就没有很多了。真的很麻烦欸，一直硬要就绑起来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提早，对，他提早毕业，他已经拿毕业证书了，超厉害，厉害的人，厉害的人，好犀利呀。现在就是失业，没有，他有工作了，他有工作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可以直接工作，因为他也是去面试，然后真的这样，他出去找工作这样。
跟我姐都有工作啦，我们是务实的小孩呀、啊。妈妈躺在家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妈妈没有躺在家。可是薪资差异较大。可是我现在有在教课，这可以讲吗？啊，可以讲吗？可以讲了，可以讲。对，那我估你薪水。教课，要带什么回去啊？擦个护手霜好。妈妈送的护手霜，什么鬼？他说，随便，发挥专长。对啊，教舞啊，教舞。教舞啊，一堆有的没的，但是还是以学生为主啊，现在就是要先毕业嘛。学校助教，不是学校助教，外面教舞这样。初学者学舞，你可以给什么建议啊？我觉得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！初学者什么建议哦？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外面，跟我一样，虽然我不是初学者，但是我想要增进自己。你可以先去外面的舞蹈教室，然后去上那种律动课程，就是先把律动搞好。就是这样，学那种基础律动，先可，先把节奏感培养，律动吧，我觉得律动节奏还好，先把律动培养出来，律动比较重要，律动，跟着老师动，自为武安呢、啊。有没有人在新竹啊？可以问吗？可以问新竹现在天气如何吗？谢谢娃哈哈送了一个兔子娃娃，有眼镜哎，我眼镜好看。我要笑死，这是我的眼镜啊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把眼镜带回家。哇，又是我的应援色，紫色。谢谢大家的应援色。但是我那时候在选应援色的时候，那时候本来想要有一个红色的，但是我怕跟人家太撞，我就选一个比较少人会选的颜色。有啊，有在教课，但还不强迫学生买包圣诞贴，不用强迫他们买啊，要买的人就会买啊，强迫人家在推销。像我可能我就发文的时候就会发嘛，或者是什么限动生日题，然后我同学或者是我朋友他们就会说他们要买，可不可以给链接这样，因为我不会特别强迫人家要买啊，他们要穿就自己买，要不要穿就不要穿啊，就像你可以穿你的圣诞贴去教课，那可以，我觉得这可以。可以，
对，还没问呢、欸，你们午餐吃什么啊？哎、欸，快用完了哎、欸！哇、wow, ，快要用完了呢、欸，好扯！你们午餐吃什么？传问会不会很好笑、啊？午餐吃白切肉便当哦，黑白切我知道，黑白切。你好，珍惜得来不易的缘根，你好，缘分你好。缘根，我刚看到肉根的肉根，看来渊不喜欢情的。你们没有人喜欢吧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被管吗？你喜欢哦？那以后能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情的，你会觉得哇，可能。你一直在管我，我很开心这样吗？情的还好了，就是情的很可怕，会变恐怖情人。吃空心，你没吃吗？我要不要给你那个、啊、康宝浓汤啊？我有，因为我很冷的时候我会喝这个蘑菇口味。你要不要送给你？送给你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去吃东西呀、啊！不要跟我一样啊！就每天只会喝咖啡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我还是有吃。不要吃冰就好了。女生吃冰对身体不好。但是我就想吃啊，怎么样？我就想要吃啊！我一整天上完课，我犒赏自己呀、啊。而且我也没吃什么，吃冰啊，吃冰啊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冰、啊、烧腊便当不好吃，它感觉很健康哎。你饿了吗？肉丸哦，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吃啊？肉羹，你饿了吗？不要他在意我。终于有人要请了我了啊！你们说你们喜欢请了哦？哇，我以为好酷哦，空腹喝咖啡不太好吧？你没说说服力，今天喝一杯咖啡，然后面试还是很吃啊。没错，就是看心情啊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想吃。好恶哦，什么鬼啊？拜拜。看料是谁请的？所以你们喜欢情的，了解了。恐怖情人呢？被情的久了就会受不了了。但是被管起来，被管，你们喜欢被管？哪一瓶？我现在在收我的行李啊，这都是保养品啊，都是保养品。这个是长效保湿精华液，然后这个是维他命 C 乳液，然后这个是去那时候去韩国买的那个什么保湿精华液，但是这一瓶我应该没有要带走。情呢越大力越兴奋，你都会带回去使用吗？家里没有在准备一份吗？家里有啊，但是我不喜欢。还没啦，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拜托，2025年11月11号。什么过期？才过期呀、啊！你的试用期到了，慢走不送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我才没有其他有人说拜托啦，什么要说拜托啦？还有一年半的试用期限，没事的啦，用得完啦，用不完就擦身体呀、啊。我脸那么大，怎么可能用不完、啊？拜托，
哦，脸大，脸大。对，我才过期，我是过期人，你是姜饼人呢。十二月在生日圣诞节的那一天，我们把你给吃了。嗯，好吃的，这样带吗？这样带吗？我觉得我这两个差不到哎，保湿霜啊，因为我回家都没在保养的，我回家都真的都在度假的。就这样子了，就带这两瓶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，没事，就这样，好好哦，什么好好，什么很好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你们说话都说一半呢，我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呀，跟我妈妈一样，说话说一半。妈妈，我今天找妈妈啦。我隐形眼镜，拆一副回家带。Ben 可以被吃，脸大这种事是比较的看过事情的。那个谁和那个谁都真的觉得你的脸小。那个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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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谁 ，loco 谁谁谁 ，loco， 那个那个谁，呜啦啦啦，对啊，谁啊？谁啊？你谁啊？你看暴力女，把她本来是这样，嘿嘿，暴力女，我是妮妮，妮妮拿兔子，我拿熊。过期人没人要吃吧？过期有啊，有啊，赏味期限啊。对啊，小雨的脸真的，他的应该说小雨的脸不像我跟依萍，就是这种比较长的脸。因为我跟依萍的中庭好像蛮长的，就是对。然后但是小雨的脸就是比较短，然后就真的很像包子。他的脸也圆圆的，但是我觉得他的脸。就是大概这样而已吧，就他的脸是短脸，可爱，真的假的？我会跳哎、欸，我跳 ，OK， 这样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好笑，然后这样，快上，快上。蹲完了，蹲完了，然后 loco， 然后这样 loco， 然后这样，这样，对吧？是这样跳的、啊，然后一首是那个扭屁股，那个什么，这样，呜呜呜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扭去扭去的。有一个那个、啊、cover， 你们会唱吗？那个什么，呜呜呜。哎，好累哦。其实我在床上也可以跳舞、欸。哪一首？那要叫什么？你们叫呜呜呜，扭屁股之歌。然后Les Loving 嘛 ，Les Loving， 他们有一首歌是要这样这样子的。对呀，我在干嘛？好丢脸啊！等一下，床撑得住吗？床可以啊。问什么问题啊？好好说话。就是他露头什么时候啊？跳那个，我做一次露的头是那个，怎么跳啊？蹦蹦。啊 ，Look Saturday night， 等一下，哦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拉头发，然后开始这样 ，boom， 对啦，你去看那个，你去看那个 IG 我的 IG 最下面的那一首，那个 boom boom， 为什么掉嘞？
然后这样子吧，我们这样，蹦蹦蹦，蹦蹦蹦，哈哈哈哈哈。这万一怎么跳嘞？蹦蹦蹦，蹦，蹦蹦蹦蹦蹦，啊，什么？蹦蹦蹦，对吧？是这样跳吧？那很好几年嘞。还有一个前那个那个前软的，谁呢？你知道是哪一首了吧？应该可以了。蹦蹦蹦，还有一个蹲啊。蹦蹦蹦，然后蹲，太久了。浪客午安，这个是腮红哎，你们想不到吧？可是我不会带走，因为我假日没干嘛，没有要化妆。假日都不化妆的，谢谢哇送了一个掌声鼓励鼓励。什么这样的盒子？什么盒子？你说什么盒子？先这样，我就带这样回带这样回家，超爽的。不用带啊，带什么？没有什么好带的，带个小东西。那带这三只，刚刚晒红的盒子，这样就够了吗？下衣服等一下再整理啊。这是护唇膏，我的东西都很酷。护唇膏，香香的。这个也要带，这是嫩白精华露。好了，你有听过？好听啊，我都喜欢听这种老歌。我们下礼拜的直播应该是在，可能会在下礼拜四哦，21号。哎，白草，不是白草，看一下，下礼拜直播可能在134其中一天。哎，134吗？不行，礼拜一或礼拜四。礼拜一或礼拜四，或礼拜六，146，146啊！礼拜一、礼拜四、礼拜六，那感觉礼拜一不知道哎，但是我直播。定在礼拜四啊，但是可以改啦，可以改。如果礼拜四的话，我是值下午的。对，没错。你推荐周六？你有赶车回新竹吗？我没有赶车，但是我要在晚上前回家。我要在晚上前回家啊。这还有。还要带这两包哎，难吃的东西要带吗？还是不要带？还带这个，带回家。OK。
吃吗？不是很想吃哎、欸，不想带，拜拜。一样下午一点开始，不会那么早。没有，就加播吧。加播呀，哥呀，加播好玩的。反正再看了、啊，再看再看。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啊，想要歌单可以给你们啊。是2010年的歌，我要先来念钻石榜了。好，来念了。第一名，第一名是华为，然后第二名是艺生应援 TTP 朱里恩。第三名是啤酒加炸鸡，第四名是哇哈哈，第五名是十一，第六名是巧克力奶油果酱吐司，第七名是 Kenny， 然后第八名是阿 Ben， 第九名是鸡米粥，第十名是啊阿卡阿卡拉。Kira， 完蛋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啊。前十名啊，前十名啊，离关不还有一段时间呢，五八要五八，先念啊，先念不亏啊，我要开到十分好不好？十分以前好不好？十分，我看一下。啊、哦，我要播满两个小时，再等等。我开满两个小时就下播了，现在一个小时四十七分，没关系，我还会再待一下下，不要急呀、啊，不要急呀、啊，你们好可爱、啊，不要急不要急，只是先念而已啦。我才刚来，马修比丘，马修比丘，我等下要回去就是个麻烦，回去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去哪里？回去你心里啊，还能去哪里呢？去你心里呀、啊，去你心里，去你心里。我要回新竹了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是新竹人呢？新竹人才会绑这样子啊！迎接春暖花开，春暖花开。老开 ，loco 谁谁谁 ，loco 谁 ，loco 谁 ，loco，loco， 是吗？拜托，我的生日在春天呐、啊，春天，春天，春天要来了，春天要来了，春天要来了，春天要扫地了，书法，书法。有，我手可以弯呢、欸，这一边不能，这边可以很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超扯的，这边可以弯呢、欸，怪人，这边这边真的压不下去，我不知道，超好笑，这样经常现在来回，我看一下，我从开学到现在，开学什么时候？2月19，我开学到现在
今天第一天回家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还好啦，我就大概一个月回去一两次这样。很久没回家了吧，三个礼拜吧。台湾感觉春天只有一周，真的，现在只有冬天跟夏天了。北极熊的熊还好吗？你大拇指好玩，就只有这一只而已，这只没有。什么很嗨？你说回家吗？我就是还好啊，我只是回家给行李，然后吃个饭这样。不是啊，我是之后要自己回来，然后我爸妈们礼拜日飞出国，然后我就跟我姐两个人相依为命哎。我要去扒我姐姐，叫她送我回来。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要载我回来，他如果不要载我回来，我就要自己回来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不想要回家的原因。我觉得我家跟这里比，我家比较乱。姐姐不是在新竹工作。我要去跟他说，我妈妈叫我自己跟我姐姐求情。哎，结果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要考驾照吗？我本来今天要考，结果我去把它取消了，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时间考，我那个什么线上考题都来不及看了，只能之后再考了啊。之后再考啊，但是在台北骑 U-bike 不错，在台北骑 U-bike 可以逆向骑，比较容易快抵达，不用带转，也不用等红绿灯。什么？怎么那么忙？没有啊，我们二月十九开学呀。然后公演嘛，23、24、25公演啊，然后在下个礼拜3月2号那一周我有排练，然后3月8号今天啊我要回家，然后可能下次回家的时间可能是。可能是不可能嘞，再次回家可能是屁啦，等一下，下次回家是5月。5月3号，好可怜哦，满满的，五月，哇，好扯哦，什么鬼啊？对啊，好久哦，我也不知道会这么久耶，大家。还是能趁学生时期考到比较好的社会美食那么方便呢、啊、我去新竹念书平均2周回家一次，你也隔太久了吧。我就是看有时间就回去，没有假日没有事就回去，因为我平时上班，假日毕竟假日一定有事嘛。哈，真假的，礼拜五是玩的哦，但是我礼拜五不会跳啊。说完了，恭喜礼拜五说完。对啊，你是去礼拜五啊、哦、是吗？春暖花开，为什么这个滤镜吗把我的双眼皮给搞没了、欸、我有双眼皮耶、欸、
没有那个，我有双眼皮啊，为什么我是单眼皮啊？机车驾照考到了，我刷刷就是，哇，好棒啊，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要把你的汽车驾，要把你的机车驾照给我吗？交给我，我帮你骑，我帮你骑啊！因为学生生回归的关系，很多人等很久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在看我有没有双眼皮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对，我还没买，刚刚说我忘记买了，有吧？真的吗？你要给我吗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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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通通都给我，全部交给我，万事通。哎，确实，如果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复制人就好了。真的煮的。大太阳，好扯啊！上次公园有什么 TMI？ 什么是 TMI 啊？没有，我说有什么事情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你觉得便当不好吃啊？便当没有上个月的好吃啊？我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就便当没有那么好吃，然后拍在那个休息的时候拍了很多拍立得啦，然后我的那个巧克力的裙子湿掉了，因为我去上厕所洗完手的时候，那个洗手台是湿的，然后靠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裙子湿掉了。还有什么？然后这次哦，二月的巧克力的快换要接 Innocence 的时候，有赶到。然后煎饺跟汤圆都很好吃，我煎饺只拿了一次，然后我的汤圆吃了两颗，因为它的汤圆一次就只能拿一颗，有芝麻口味跟花生口味，我先拿芝麻的，第二次拿花生的。对，我的衣服撕掉了，好多都什么很扯，笑死！汤对汤圆是一颗，它是纸杯大概这样，然后一颗这样。对不起，我上次吃抹茶汤圆一次就吃八颗的哟，两颗算什么？煎饺是一次五颗吧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吃煎饺，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很重口味的，难吃清淡的，然后有点偏不是正餐的东西。是因为是要巧克力采用365全是把它给甩干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就看心情。但是我礼拜五固定不转，因为礼拜五我是好累哦，礼拜五下课我觉得老累。我那时候也没有发现我礼拜五都不转，是有粉丝跟我说我礼拜五都不转，就是他就会问说礼拜五你还会转吗？礼拜五会转吗？但我发现我好像礼拜五都不会转。我在元宵节那天也吃了八颗芝麻的，哈哈，这学期周五也那么累啊。我礼拜五有课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礼拜五那个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不会到啊。然后有粉丝标我这样，
我一般五都有课，但是我尽量排开，就是选修的时候尽量不要选，尽量不要选，就是很多堂。我礼拜五的课是10点到12点，像我今天就十点到十二点，然后去跟人家吃饭，就是去跟我朋友、跟我同学吃早餐，然后才回来直播的哦。所以我如果中点的话，如果是礼拜五的话，我大概12点后才会到，到乌梅这样。知道大沃克，但那个课没有办法排，体力不够就用不住，也没有啦，什么体力不够，没有体力不够啦，就毕竟还有两天嘛，毕竟还有两天公演，但也我也没有很累啦，就礼拜五纯粹就不知道哎、欸，一个感觉吧。好了啊，那哎两个小时零一分。嗯，体力很好，声音看起来都很有活力。哎，很有活力，我也觉得我很有活力，而且我觉得上个月的状况很好，就是我以为过年后回来跳会不太好，结果状况很不错。今天辛苦了，赶快收拾吧，拜拜，回家愉快。是什么鬼啊？回家愉快。春暖花开，大地回春不想上班，我都有在算。你说几圈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我还在买票。你要买礼拜几的、啊？礼拜六了，礼拜日了，礼拜五吗？礼拜五卖完了。大家都要去 IU， 大家都要去 IU 的那个了 ，IU 的演唱会。现在圣周日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有人可以回复卡丘的。我只负责表演呐、啊，对不起啊。那个连结打开来，要看有没有票呀。我 IU， 我跟我朋友说，如果有多的票，我可以去。结果全部都没抢到，超好笑的。六七了，哦，剩礼拜六跟礼拜日，啊、哦，懂了，笑死。我觉得我理解能力有时候有问题，就是看了讯息，但是没有用到脑，然后过一阵子才反应过来。我知道了，六日，我知道，六七啊，我知道了。但是没有用脑。哦，我才不要绑这样回家嘞！你们要不要拍照啊？给你们拍啊，拍完就下播了，快点！不是快点！啊，怎么会这样跟你们说话呢？没有啦，先敷个口红好了啦，都要没气色了。哎，好红啊，好可靠啊！这个滤镜好死不死没口红哎、欸，还把我的双眼皮给搞没了，够红了吧？好红哦，好可怕！来，你们，哎，好痛！哎，跟泰迪拍照好了，还是你们想要我单独啊？哎，就这样子了，这是我的小贝贝啊，跟我衣服真搭。他竟然把我肚子遮住，因为我想上厕所。怎么说溜嘴了是吗？啊、哦，快点，换什么？我才不要嘞！我要换衣服，我全身要换掉了。我上课不是长这样，要干嘛？要干嘛啦？等一下啦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来当小朋友。好，来，我准备，我准备好了。那这个要拉开啦，这好丑、啊。啊，这样好看！来来来，拍照拍照！来，这样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？对，有吗？有吗？哼！耶！
笑什么？哦，加加酒，耶耶耶！真的很适合当六台姐姐，耶、yeah ！来，赶快结啊，耶、yeah ！这里，耶耶！有了吗？我没有业配了，这十六门业配什么？我都没给你们看到牌子哎、欸，耶、yeah ！一张一百块，自备道具加五十，没有吧？截到遮住下巴的一幕，好了，我试一下才没那么可爱了。我在路上是那种气质小姐，就有人跟我说。有人跟我说，我第一印象是很像社恐。我第一印象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居然是社恐，他们说看到我觉得我有社恐。对啊，我不讲话很气质、啊。你看，我朋友都说我一讲话就破功了，随便了、啊，这样才有亲和力啊。怎么觉得这口红？太红，我嘴巴变好大。不知道，随便。哪有你可是初登场就敢担？那是因为没话讲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七月吧，我那时候就没有话讲啊，我就想说要不要做一个东西给你们一下下。因为那时候我还问墨鱼跟尹真，问他们说我要不要做啊？我就说我可以做可不做，我说看状况这样，但我发现我没有话讲。对，那时候闷骚，现在也是如此，但是闷骚要看是什么闷骚，看是什么事，搞怪小才女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没有使出哎、欸，我也没有使出我的必杀技。有一个必杀技，但是那个必杀技要穿裤子才可以。那个必杀技如果穿裙子会很可怕，我还会蜘蛛侠 2.0， 还有很多还没使出来的，等着看呢、啊，等着看。好了啦，我要下线了啊，2.08啊。嘴巴没涂干净吗？滤镜问题。不行啦，我回家。2点到2点半，下一3点嘞，赶快去吃大餐，我想上厕所。哎，3月20了，我的生日到了，祝我生日快乐，快点。3月20，生日快乐，小黄。3月20，生日快乐，小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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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3月20，20的。我今年想要自己去做蛋糕，我想要，我有那个当月寿星去做免钱的蛋糕。可如果要有别的口味，要加购178，谁178公分啊？对啊，我没有做过，我想去做一下，做好然后我不吃，分别人吃，我只能吃一点点吧。它是4寸的。看那个小红书，看到有这种蛋糕，哪会高？178哪会高？
我166哎。可以给我吃。好啦，2:10呐、啊，2:10哦，2小时10分钟啊，没事啊，内在重要啦，外表第二再说，外表内在重要，内在。好，我要拆头发。你们拍完了，我就要拆掉了。拆掉。你看，拆掉脸是不是变比较大？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随便。你知道吗？我想去修头发了，头发太长了。都好看了，真的吗？对，我要再说一下，我的应援色是紫色跟绿色啊，紫色跟绿色。对啊，紫色绿色啊，完蛋，好想吃甜甜圈哦，我想吃巧虎的甜甜圈。不是啦，哎呦流鼻水，不是啊，就是我看公园的时候看到，哎呦流鼻水，哦呦，看都会切啊，我好像看到那个，好像，哎呦，等一下啦啊，什么鬼啊？我看到好像。我的好像不是紫色跟绿色的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反正是紫色跟绿色的。我上次不知道看，好像是，我忘记了。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是谁啦，反正就看到了，我不知道。然后莫雨就说。你的应援色不是紫色跟绿色吗？我说对啊，就说那个，他们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自己是没发现的。弯棒紫色会跑色，侧边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。我紫色、绿色，但我的应援色好想要有一个红色啊、哦！我觉得红色好好看哦。可是红色的那个配色很难配，紫色跟绿色感觉很赞，而且是个柚子绿色的紫色是紫色柚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棒。不改，这样就够了。柚子，我的头皮好白哦，这里怎样？这分线没分好哎 ，Oh my god， 是秃头吗？这是秃头吗？好像不是秃头哎，等一下，秃头，这缺一块，要这样的，所以怎么缺一块了？可以多一个橘三个，不要啦，两个就好了啦，不要再改了。红配绿好像可以哦，没人用，紫绿也没人用啊，紫绿就好了啦。好了啦，我们要说晚安，道别的时候要到了，3:25。你说那个谁，说到3:30。恭喜你梦想成真，现在26分了，好吃哦。你把那个电脑关一关。
关机。拜拜。什么？我来得及吗？我来得及啊，我整理很快的，我四点就可以出去了。收一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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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哦哦哦哦哦要玩飞盘哎、欸、好亮哦，等一下啦，莫名其妙没事啦，就有狗那个飞盘往我这边丢过来了，还好我接住了。我想要不要把这一本带回去、欸、好像可以、欸、觉得我需要帮助。对啊，有狗啊，有狗，很可很大只哎、欸，很可怕哟、哦。对啊，刚才那个狗跟我玩飞盘呢、啊，我在接住了，然后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要啦，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可怕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在高级班啊？那个老师会这样一段一段，然后照抽人家念哎、欸。而且他有签到表哦，你如果没有理他说你在的话，他会说范将军有来。理他说你在的话，他会说范将军有来，怎样怎样。嗯，也很好笑。我没有选错课程啊，只是我那个课好像有点高级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那个讲话，那个讲英文都很顺，不会像我一样没有顺，会念但是不顺，对，有点高级。因为我这次是选比我的级数还要再高一个的，就假如 C 好了，我选 B 的，啊，最低是到。最低是 D 呀、啊，是 D 呀、啊，那我是 C 呀、啊、，A B C D， A B C， 这个就简单多了，这个就简单多了，这个很简单，可是刚刚那一本真的有点小难。谢谢周日红送了三个相守之心。我同事也是选英文科，结果他选到外语系的程度很高。我这个是外语的，是外师的，但是这一个很简单。可是这个是刚蓝色那一本是中文老师上课比较难，觉得跟选的等级比较有关系。没关系，哎，人生嘛，好吃。好了，大家一句拜拜，我要下线了。大家一人一句拜拜。如果生日会啊，如果你们有买。圣诞 T 的啊，可以穿来啊！我想看你们穿的有没有跟我一样帅，一样可爱。好啦，那我走了啦，拜拜啦，拜拜五次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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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到，我的赠品也还没到，我会统一一起寄来，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我的手。